大家好，巴士 W 不 OK， 这个是那个琉璃幻梦那个副本，然后他的那个打 boss， 然后 W 今天要讲解一下这个梦境保卫战，来开始，来开始。OK， 梦境保卫战，然后是第一天的打 boss。为什么这个打 boss W 要讲解？平时 W 不讲解，直接放背景音乐。因为今天这个有点特别，来这个 boss 第一天梦境保卫战，食梦狂潮，一战到底。然后叫什么魂兽盲盒，这个笨蛋叫天青牛蟒，大名，哇，这个大名蛮帅的、啊、技能 OK， 气吞三盒 OK， 打人 OK， 不重要 OK， 那主动技能第一个打全体，这个也是不重要，然后被动技能 OK， 这个蛮重要 OK， 死亡时会击杀存活的鬼火，总之这个 boss 死亡他的鬼火就会跟着死 OK， 总之你们等下就知道了，那个鬼火是在旁边的，有四个火 OK，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一下下面有什么，下一个 OK， 每个存活的鬼火为魂兽提供 20% 最终伤害减免 OK， 然后很特别的是这个 boss 它有一个助战魂兽啊，助战魂兽，然后这只叫什么，这只叫金风暴 OK， 助战魂兽，这个是友方的，就是我们的助战，就是帮我们的 OK， 帮我们的，它的魂兽技能第一个是普通攻击 1558 伤害 OK， 这个不重要，普通攻击，第二个带头冲锋，这个超级无敌重要，这个主动技能打全体敌方 3428% 的攻击力伤害，超级无敌高，并会邀请所有友方对随机目标进行普通攻击 OK， 这个很重要啊。然后第三个技能是什么，金风印记，这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没有用到的 OK。 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特性是无限追击，友方每追击五次，然后金风暴就会立即行动，意思就是如果你这个带头冲锋的这个主动技能你一出这个技能打了敌方，你就会邀请所有你的魂师然后去普通攻击，然后你的普通攻击每追击五次，然后这个金风暴就会立即行动，所以就会一直轮到这个暴，一直轮到他，一直轮到他，然后一直打，一直邀请，一直打，一直邀请，等下你们就懂了，超爽的那个感觉，就是打连击对了 OK。 然后还有其他魂兽，你看其他魂兽，可是其他魂兽在第一天不重要啊，不需要用到OK， 第一天不需要用到他们，所以就用那个金风暴就对了 OK， 先大概给你们看一些、啊、来金风暴 OK， 出战 OK， 按出战了，非常好，关掉 OK， 那助战就是那个金风暴，然后这个梦境挑战这里右边上限40分每击败一次鬼火，总之就是有10轮啊，有10轮的 boss， 然后有4个鬼火，总之有40个鬼火，拿40分拿满分就对了 OK， 然后一共击败12个鬼火又拿10分，然后最后一个什么助战魂兽全场行动次数多过22 OK， 很容易拿满分的各位 OK， 再来是什么布阵，来看布阵，来布阵，布阵是谁 OK， 你看 W 选了谁， W 选了强攻是那个剑斗罗，然后敏攻是刘二龙，然后三个辅助奥斯卡龙龙还有令88，然后这个控制是火舞，总之这个 boss 他已经变成是六人阵容了各位，六个人而已，不能上八人阵容，没有八人了，现在是六人，所以就比较特别哦，有一个助战魂兽鸡蛋糕，六个人了，总之就不能魂力连接上八个队了 OK， 六个人来了 OK， 开始了 OK， 第一轮是这个笨蛋孤独 OK， 来那每追击五次啊，然后第一轮的 boss 很简单而已，所以就用普通攻击去打对了，快点打那个 boss， 打那个猪，靠要快点呢，那 nice， 呜一下又给他打死了 OK， 因为第一轮很弱而已，来现在第二轮了，来总共有十轮 OK， 普通攻击，哦，太聪明了 W， 第一次打就知道用普通攻击 Very clever W OK， 第三次还是用普通攻击吗，来试试看啊，不懂第三次的那个 boss 啊，有半血，呜，刘二龙收割，打到半血以下，刘二龙一个火龙收下去，完美完美，第四轮了各位，哎呀普通攻击打不通了各位，哎呀 W 笨蛋了啊，像用那个魂技 OK， 用魂技还是不痛，哪来的哪，你看邀请啊，邀请友方打五次，不是打五次，是邀请所有的友方啊攻击那个普通攻击一次随机的 OK， 总之金风暴再打出技能啊，你看这里非常重要，龙龙啊，轮到龙龙了各位，这里一定要出无敌神光给那个金风暴，然后他就能神神魂力出一点魂力出那个他的那个什么，他那个什么3400嘛，带头冲锋 OK， 特别聪明点，九宝无敌神光，呜，七宝光华 OK， 这个魂兽有了有了有了，可
可以了，可以了。你看他立即行动，来，快点带头冲锋，打过去，打，然后全部人就，你看，全部就自动了。这个是自动打的，普通攻击，打随机普通攻击。其实这个可到了这个时候啊，其实你们可以按自动了，按右上角自动，然后要标记那个 boss， 要点标记红色的标，然后他们那么邀请游方普通攻击的时候，不是这个笨蛋啊，出痕迹带头冲锋，一点痕迹出 ，OK， 普通攻击，这个时候要自动了，各位，这个时候要自动了，标记那个 boss， 然后全部人就普通攻击那个 boss 了。现在是因为手动啊，所以他们不会自动去打那个 boss， 然后现在一直轮到这个金风暴了，因为他的魂技就是这样，他打了一次，然后邀请全部人再打，然后全部人因为什么追击了五六次啊，然后又会怎么那个金风暴就会立即行动，总之他们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对了，总之现在就可以什么手动了，哎没有，现在就可以自动了，各位应该是这里吧，啊自动了。W， 你看右上角，终于按自动了，然后标记中间的大 boss， 你看红色标记，就点一下就对了，对着那个笨蛋鸟点一下，那你看啊，金风暴出一下招，全部人就会普通攻击打一下，邀请吗？邀请游方普通攻击，你看就是这样一次无限循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呜，完美啊各位，你看很快就打死了 ，OK， 就现在又不懂第几轮了。忘记了，总之有十轮，那快点标记那个 boss 啊，标记这个蜘蛛，让 W 变聪明了，哦，聪明啊 W， 哇啊啊啊 ，clever boy W，OK，总之就一直你看重复打，啊这个什么这个自动这个金风暴，你看这里左下角金风暴要自动用那个带头冲锋，然后就一直出魂技，出了魂技，然后他就会一直邀请游方六个人就普通攻击打。总之这个不邀请了这六个人，他们不会消耗回合数了，消耗那个左边的回合数，这只是消耗金风暴就对了，金风暴打一次邀请他们全部再打一次，就只是一回合而已， OK， 总之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你看那个已经经过很多回合了，为什么龙龙的那个无敌神光，你看那个保护罩啊，帮他省魂力了，一直用一点魂力，你看他可以一直出带头冲锋，一直花一点魂力，然后又立即行动，又轮到他又一点魂力，一点魂力，一直一点魂力，为什么？因为又什么？一直重新轮到他回合，因为他立即行动，所以就是一直重新，所以他的那个回合数就不会不见，所以你看啊，快点标记靠腰，新的 boss 啊，快点标记来了，第一次 miss 了，你看第一次 miss 了，没有标记到大 boss， 他们乱乱打鬼火。打中间的 boss 来了，别打鬼火，来 ，OK， 聪明，呜，完美，又进入那个循环了，一直连击，呜 ，combo， 我的天，你看，总之带龙龙的队啊，龙龙一定要带他的无敌神光，你看，帮那个金风暴省魂力，要不然哦，没有这个无敌神光哦，这个金风暴就一直要花三点魂力，他根本不能一直持续这样一直这样打。现在就是用嘛，只花一点魂力，然后就一直打打打，然后一直轮到金风暴，还有一直恢复一点魂力，所以他的魂力就是可以一直无限的用啊。所以现在火舞出了第四魂技，那个下面那个什么那个火拳，总之就有受伤提升了。OK， 有受伤提升，然后打 boss 就更痛了，然后这个令八八又给了那个魂兽加 20% 的伤害提升，那个如意星第一魂技。OK， 所以就更痛了。这个其实一开始就早就应该出了，可是 W 当时候第一次打，没有那么早开窍啊，所以现在才开窍才想得通哦，原来要早点出难的，这就叫什么？这叫做在错误中学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OK， 快点标记，标记啊，点一下。OK， 标记了吗？靠呀，标记了没有？啊，太大只了，看不到那个红色的标啊。鸡蛋糕太大只了，那个画面看不到。哎呀，你奶奶呀！这时候应该把画面放大，可是那时候 W 没有想到，所以应该飙到了吧 ？Hello， 飙到乱乱打鬼火了，靠腰啊！快点打大 boss！ 哎呦，可是打鬼火也是 OK 啦，他的伤害减免什么下降？哎呀，可是主要打大 boss 啦。啊 ，OK， 完美，打大 boss， 打大 boss。
终于肯打了，我的天哪 ！OK 了吗 ？OK， 火舞魂环配置。OK， 第一魂技 OK 魔珠，第二魂技是那个火级。第二魂技很重要，一定要带火级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受伤提升，60多吧，现在好像是 OK 啊。总之就是蟒蛇第二魂技火级，第三魂技也是蟒蛇宴席蟒蛇，第四魂技是那个火阳啸日魔珠什么受伤提升的。总之就是2112啊，2112 OK。然后奥斯卡魂环配置 OK， 第一魂技就带那个甲虫，哎，不是甲虫，甲盾。甲盾 ，OK， 第二魂技是植物 ，OK， 植物，第三魂技是植物香肠，然后第四魂技是甲盾。这个第四魂技随便带啊，总之第四魂技没有用到，就算你带植物也是可以啊，第四魂技不重要。总之就是第三魂技普通攻击啊，香肠是什么 啊？这个加随机一名友方大香肠，加奥斯卡 20% 攻击力的攻击一回合，然后大香肠还有额外暴击率 ，OK， 就是这个普通攻击 ，OK， 香肠植物系 ，OK， 魂环配置就是2112啊， 2112啊，不然就211也是可以 ，OK， 然后第五魂技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带一个离光 ，OK， 这个离光，因为这个离光是加普通攻击的那个伤害，普通攻击伤害，玄露。离光非常重要，你看 W 才一万年，因为 W 平时没有去打靠腰，所以如果你们有这种 2.5 万年啊，不然就5万年啊，6万年7万年10万年的离光，如果你有你就拿出来用，对了，普通攻击 OK， 加伤害的普通攻击 OK。 然后宁风致 OK， 第一魂技带这个甲盾 OK， 第二魂技植物，第三魂技植物，第四魂技这个甲盾，第四魂技也是不重要，随便带，你要带植物也是可以。总之这个第一魂技就是甲盾，如意星加伤害的 20% 好像是。然后第三魂技一定要带植物，这个加攻击的灵彩 OK。 然后第五魂技 W 是带这个冲阵，元武冲阵，这个冲阵什么战斗开始时什么有加那个伤害，什么攻击最高的三个队友，这个东西 W 不懂有没有效啊，因为他们一直轮到他们的回合也不算他们的回合，因为是一直金风暴的回合，所以他应该有一直保持着这种伤害第一回合 27% 率、啊，然后伤害提升 13% 率，不然就第二回合，因为金风暴一直邀请游方的魂师，一直邀请去打，所以不是轮到他们自己的回合，所以这个伤害应该是一直都在啊，因为没有消耗到他们自己的回合数，所以这个是应该都在啊，所以 W 就带这个元武冲阵吧，应该是有用的这一招，总之就带就对了，反正也不懂要带什么，总之带这个就对了，冲阵 OK。OK， 龙龙的魂环 OK， 第一魂技植物，然后第二魂技甲盾，第三魂技植物，第四魂技甲盾 OK， 这四招都有用就对了，1212 OK。 然后主要这个第二魂技玲珑是什么，也是一开始什么加伤害啊，总之这个一开始加伤害也是有用的，因为没有消耗到好回合，所以就是一直保持这加伤害应该是玲珑 OK 啊，不然就带什么，还有什么第三魂技是普通攻击璀璨，好像是有加速度的这个东西，璀璨不懂啊，总之带璀璨对了，不然带没有带补血的，因为不需要他补血，那个血都不会扩，不需要带补血对了。第四魂技七宝之弓，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给那个金风暴啊，这个吗，九宝无敌神光 OK， 甲盾 OK。 总之就是1212啊，1212魂环 OK。 OK， 柳二龙啊，柳二龙就是第一魂技带这个烈焰沸腾 OK， 一定是血虫第一魂技，第二魂技也是血虫，第三魂技就带这个飞行了，第四魂技就带飞行，所以刘二龙的魂环配置就是2211啊，2211 OK OK。 然后剑斗罗第一魂技就带那个巨蟹 OK， 巨蟹，第二魂技也是巨蟹，第三魂技就是那个猛兽，第四魂技也是巨蟹，总之就是2212 OK， 都很重要，212，总之就是它的被动的嘛，第二魂技就是加伤害啊，啊不然他的第三魂技就一直普通攻击打打打，等下 W 一开始的回合就要加状态了，一开始加什么70%攻击力，然后就会总之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就对了。然后他的第五魂技 W 是带那个暴击力，什么加暴击伤害啊，什么五味啊，这个毒吗，哎 W 忘记这个怎么毒了，什么五味对了 OK， 就是什么浴血五味啊， 1.5 万年而已啊 OK， 就这样。然后还有什么，然后那个柳二龙的第五魂技 OK， W 带错了，不应该带这个蝶后了，W 应该要带那个什么，带这个什么啊，这个泰坦元宵，对控制状态的单位伤害提升 18%， 应该要带这个，要带这个泰坦元宵，就是主要就是因为那个谁啊，主要就是给那个金风暴打的嘛，总之就是给他打加他的伤害，因为控制状态，总之那个火鸡有控制状态，总之就会提升伤害，
明白没有各位？不明白就算了。OK， 总之就用元宵，就这样。OK， 现在 W 打第二次，来打。OK， 现在应该比较聪明啊。来，一开始普通攻击。OK， 普通，哇，果然快很多，都不用想了 W。OK， 然后第一次轮到剑成星的时候，要出这个第四魂技加状态加的攻击力。OK， 来加攻击力，78星攻击力。OK， 出一次。OK， 之后就可以一直循环了，那他的状态就不会不见了。OK。OK， 然后第一次轮到奥斯卡的时候就出那个第一魂技 ，OK 加什么加魂力，然后加攻击给全体的奥斯卡的攻击，来加，打架就更强，亢奋。OK， 然后第一次轮到宁巴巴的时候就出那个如意星加28星伤害提升给这个金风暴 ，OK 来加 ，OK 有了 ，OK 七宝印记，然后第一次轮到龙龙的时候就出这个九宝无敌神光，直接给这个金风暴，对了，来给。完美，然后就可以一直用一魂力去打了 ，OK， 然后就可以按自动了 ，OK， 自动，你看就自动了，自动一只金风爆出那个魂力，然后自动放他出吗？出那个招，然后这个什么全部人就普通攻击去打就对了 ，OK， 他没有第四魂技带错了，应该要带那个火阳消热，他带错了，所以出不到啊，应该要带那个沉默的那个受伤提升了，然后他的那个火拳下面的火拳才会一直在。总之你们到时候就要带火阳消热对了 ，W 这一次忘记带 ，OK 来继续打，然后九 ，OK 七六六五十啊死了，呜，完美打死了，直接满分多少？280分，呜，完美 ，OK 完美，本来可以更早打死了 ，W 没有带到那个火阳消热哪来的？那个火舞的 ，OK， 算了啊，总之打得死好了，打得死就好了，各位 ，OK， 伤害就这样了，各位，然后也不懂这么鬼，什么仅限这个琉璃幻梦获得什么唐山的梦境为小舞准备的戒指，也不懂什么屁股啊，也没有什么用啊，不懂啊，总之好像没有用到了这个戒指，也不能卖，好像是 ，OK， 拿到满分，可是排名也不高，因为 W 很迟才打，你看第一名280分，靠腰第一名。总之280就是满分 ，W 也是280，可是 W 才118啊。总之这个排行榜变成跨服了、啊，变成跨服，什么你看34服、22服、33、34什么32、23、22、23、33，总之就是五个服啊，跨服了。这个战区排行榜已经变成跨服，总之就很多人了，很多人对了，你看全部都打满分的，靠呀，很多人啊 ，W 什么第118、啊，这里 W 到了。280分118名，因为 W 很迟才打，总之这个不重要啊，这个排名因为才第一天啊，因为是累积分数拿奖励的，第一天不重要啊，不怕啦、啊、OK 280分，他们阵容是什么 ？OK 刘二龙 ，OK 龙龙 ，OK 两个控制，六人阵容两个控制，因为 W 没有玩两个控制，所以放不到两个控制。OK 他们有那个什么唐山，有唐山就比较好咯 OK 有唐山比较好，然后有什么？民工他没有带什么，带血月 ，W 没有练血月，所以没有带血月啊。有狐狸啊，两个控制。总之你没有练两个控制，可以上两个控制哦。OK， 你看有人用这个猫了 ，OK 用这个猫，民工猫 ，OK 啊，刘二龙也是可以 ，OK， 唐昊 ，OK 那个秦明也是可以 ，OK 大师也是 ，OK，very good， 还有谁？诶，还有谁 ？OK 剑斗罗也是可以 ，OK 那你看带慕白。那个猫也是可以 ，OK， 猫门台 ，OK， 唐月华也是可以 ，OK， 猫门台 ，OK， 然后那个谁，然后谁，总之就大同小异啊，用来用去，总之就六人阵容啊，不能八人阵容啊，哎呀，不能八个人啊，各位，六个人啊，总之 W 是玩三辅助，一控制，一强攻，一敏攻，没有办法咯，如果有两个控制 W 也上两个控制，因为上那个蓝银黄唐山也是不错啊 ，OK。总之 W 就第几名，靠呀！总之第一天的排名不重要了啊，打了满分就好啊， 116啊，哪来的 ？OK 啦，剑斗罗、刘二龙啦，各位就这样啦。OK 就这样，哪来的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分享、留言、点个赞、那个小铃铛。就这样，大家我们呢，再见。